这两个你喜欢哪一个？我都不喜欢，因为我儿子看起来挺像，挺怪的。你喜欢挺怪的？没有啊。那你喜欢这个？这看不出来，你是要放在哪儿的呀？我想放在哪就放在哪。可是这四张都不是，那你真让我选，我就选最黑的那一张了吧。想因为喜欢黑人，不是，是另外现在这一张实在看不出来谁是谁，只知道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。另外两张呢，我觉得挺像嫌犯，You run away.
Holy fuck！No way.
嗯。